喜欢美式漫画的玩家应该对蝙蝠侠是非常有爱吧？虽然呢，这部漫画从蝙蝠侠到所有里面登场人物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特立独行，但是呢，就是要这样的题材才会吸引人嘛。而现在呢，蝙蝠侠阿卡汉城市就要发售了，感觉内容更加的庞大，所以各位玩家千万要记得来执行你的非法战役哦。由华纳互动娱乐所开发，在前代作品几乎以满分姿态席卷游戏界的《蝙蝠侠：阿卡汉城市》，侠者比一代作品更庞大五倍的地图，更华丽的画面表现，更爽快的游戏内容，要挑战史上最佳英雄游戏。而目前《蝙蝠侠：阿卡汉城市》也在国外几家游戏媒体获得一致好评，口碑更胜一代作品。在本作中，蝙蝠侠要面对更多凶恶的歹徒，包含死对头小丑、企鹅先生、极冻人、弥天大圣、毒藤女等等，每个都是危险又难搞。为了保护高谭市免于这些歹徒的侵害，玩家再度扮演来无影去无踪的蝙蝠侠，以更强大的威力在黑暗中执行以暴制暴的非法正义。